即使有酷热天气警告，都无所哆啦 A 梦 fans 去到尖沙咀海旁争取最后机会参与展览 100% 哆啦 A 梦 and friends。其实我嚟咗四五次噶啦，咁但系收费区我嚟咗一次咯，系啦。点解嚟咁多次？因为我觉得好难得啊，有一个咁开心嘅主题，咁喺香港度出现，我觉得应该把握机会喺呢个暑假都想感受多啲欢乐，所以嚟呢度咯。展览分为免费和收费展区，其中免费的户外展区星期日就是最后一日开放，大会分别在上午10点、下午1点、4点和7点派出哆啦 A 梦和四个好朋友现身星光大道，向在场观众道谢。主办单位说，展览开幕至今在展区、商场和星光大道一带录得500万人次人流，收费展览会如期8月18号结束，但就宣布星期一傍晚6点会在购票平台公开发售8月16号的门票，等更多人可以入场参观。今次展览亦都有纪念品店，大会透露目前人均消费1000元，连带展览所在地 K11MUSEA 的商户亦都受惠。雖然我哋 MoMA Design Store 就係冇哆啦 A 夢嘅產品啦，咁但係我哋見到啲日本藝術家嘅產品同埋毛公仔咧，就賣得非常之好啦。整體商場人流增長近40%，旅客消費額增長近10%。我想今次哆啦 A 夢呢個展覽係真係可以 capture 到我哋今次暑假比較可能係偏向家庭啊或者一啲兒童嘅業態嘅客群，係進行到嚟吸引到嚟我哋項目嘅人流同埋消費。當中人流和消費額都有一半嚟自旅客。出席活動的旅遊業議會主席表示，七月有超過6400團內地團來港，較去年同期高10%以上。我哋都留意到咧，如果係有一啲煙火啦，或者係今次都做咗兩次無人機嘅表演啦，哆啦 A 夢。咁但凡係維港路有一啲乜嘢嘅夜晚嘅活動咧，都係帶動咗周邊嘅經濟。八月头四日亦都有超过1000团内地团，期望持续有盛事，能够保持旅游温度。